铁好进步，对不对？你知道高铁的轨距是多少？不知道。什么是轨距，知道吗？你看那个台铁的时候，右手是不是两个位置，只有两个位置？高铁的时候，不是三个位置，只有两个位置？哎，你去日本坐新干线，然后去哪里坐，所有的那些都是三二这样的位置哦，而且都是宽的。我如果你从坐西伯利亚大学，我是从莫斯科，我是从那个圣彼得堡坐到莫斯科，晚上坐，晚上坐车，白天到，早上到。晚上坐车的时候，坐睡觉，所以那个床是横的啊，所以表示那个很宽。我们台铁原来是窄轨啊，在世界上来说，你当然还有台糖小火车，对不对？更细的，但是那个高铁它才是真正的叫做标准轨，1.495公里啊。为什么是这么不整数呢？原来这就是第一个人类用来什么放在从就是英国只有蒸汽发明蒸汽的车火吗？第一次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就用这个轨距，所以一直沿用到全世界，包括横跨美洲大陆那些那个什么华人被当初被招去修建铁路干什么太平洋铁路都是建这样的轨距。哎，这轨距谁定的？就是英国人为什么那一次他要定这个呢？原来那个就是从罗马时代，罗马时代已经多少？你现在2500年啊，在你称为上古世界的时候的他们的马车的一个两个轮子中间的距离，这个距马车这样子走，所以所有的这个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的罗马官道。原来是从波斯的那个叫做马道来的，对不对？啊，波斯有一个希腊，希腊是罗马，罗马的官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的罗马，他们那个战车全部都用那个过来，他们马车都用这样的轨距，所以到了任何一个城市压那个石头的时候，他那个城市是用石头铺的路，这个路上压出的城啊，那个两个是不一样，不会掉出来，不会出去，不会怎样，通通一样。所以直到现在，你坐高铁竟然还有同样的待遇，很可惜秦始皇没有去统一道路，要不然的话，所谓什么车同什么，这些通通都变成中国的一个产品。结果现在我们要用啊罗马的传统啊，所以它在影响我们呢上古世界的事情，这是上古世界的事情，在2000多年前，离今2000多年前啊，上古。阶段是后期，所以 BC 和 AD 就是他家里，对不对？好，你知道吗？这些对我们的影响一直传下来。你认为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农业、生物科技跟农业，农业，我们以前一直都看过，小时候都看这个长大的，这是什么东西？你们看过吗？看过的请举手。啊，还有呢？还有，两位而已啊！啊，举高一点好了，再举一次，我看看还有几，有没有其他同学？其他同学都没有看过，啊，是什么？举手，大声！灌溉用的叫什么名字？啊，龙不是，叫什么？前面那位，在越南看的。叫做什么名字知道吗？我们还是把它叫水车，对不对？水车啊，可是它用来车水，对不对？把水槽底的低下低洼的地方车上来，通常那个水的坑里面有积水，对不对？然后把它车到上面那个田里面，这个是上面那个田，这下面的有个积水的地方，然后把水用这个这两个人在那边踩啊。才一个下午，它这个水稻都需要水嘛，对不对？那个田里面的水会不会增加更多？这一大片田的话很大哦，对不对？很大一片，大到延伸到多少？但是它这样车水上去，这里面的水从原来没有，会不会积出来这么多？它一个下午，这两个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才一个下午，水会不会增加出一点点？
一公分好了，一公分长的指甲。可能不行，知道吗？可能他第二天还要再做，还要一直测啊。还有，就会蒸发掉，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水稻在吸收水分以后，叶子就蒸发掉水。好，知道吗？知道哈，就生物。但现在可能用电动马达，1个小时就出来，对不对？好，啊，好。再看啊，这个看过吗？看过的举手。啊，多了一点啊。在哪里看的？电视里面。我说有没有看过真的？啊，有没有看过真的？刚刚举手，你看过真的哈？真的撒网，我小时候从来看过撒网。你如果没有看过，你到市场去做那个啊，市场知道吗？在台南，啊，去做那个竹筏啊。去游那个台江，然后呢，他就中间就有一个人会来撒网。以前呢，抓鱼都是用这些方式。生物科技进步，我们的科学也慢慢进步啊，这些东西我慢慢就离开我们教育。啊，我们生物科学的农业呢，其实这个好多的主题，这三个主题我们会讲。今天呢，特别讲到生物品种的培育，去培育一些新的品种，做生物科学，科技发展的方向。下次我们会讲的生物病虫害和疾病的防治，很多疾病哦，啊，包括哦，我们当然在高雄还说特别多的，当然还有很多兽医上面的疾病，啊。很多动物的疾病会传给我们，这些都是在农业上，牛的病怎么会传给我？口蹄疫治疗哪来经过？好，好，基因改造生物再下一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讲到生物品种的培育。生物品，今天是3月26号啊。生物品种，什么叫品种呢？嘿，大家讲品种，我们人和人都是同一个品种，对不对？事实上呢，你可能在讲生物的种和生物的品种有什么不一样。生物的种就是同一个物种，而品种的时候会讲到它的像品系，它的猪就是不同的品系，像鸡还有什么产蛋的吃肉，对不对？哈，那个多宝红啊，有种金鸡，有什么不同种类的啊，芦花鸡。这是不同的生物的鸡的品种。那你听到兔子，你会说啊，白兔白兔，兔子是不是都白的啊？不是啦，还有黑兔，还有灰兔，还有中台湾野兔啊，棕灰色，啊，肚子比较白一点。不是啊，很多品种不一样。这是品种呢，我们会去选择，会去培养，会去挑选，会去培养出我们要的。这时候呢，就所以品种是在一个族群里面啊，那些个体不同的个体，经过人为的选出，把它特别挑出来，然后去栽培它啊，栽培它的那个后来慢慢，你所栽培的这个猪产肉哈，啊，越来越精良，去掉了有用瘦肉精啊，不是用瘦肉精把它养的那个。把肥肉去掉，而是呢，真正的挑选它的品种，去培养，啊，去杂交，或者啊，去探寻，啊，去做不同的这个，让它有一些特殊的特征显露出来。这些呢，跟原来的野生的族群不一样的时候，这就有一点困难了。你猪原来是野猪，对不对？来的。现在呢，我在家里面就是猪跟野猪有什么不一样？野猪不是肉很好吃吗？对不对？山猪肉啊，有人还特别想要去。但是你晓得，猪就有很多种啊，有的大的猪啊，高达上千公斤呢，啊。
大家名誉书哈，跟狗一样大，跟蓝玉一样，你去看蓝玉有两个名誉书，他们的猪也放在外面跑，所以有的时候你坐在地上吃便当，两个黑色的动物跑过来，一个是狗，一个是猪，长得样子一样，看尾巴不一样，猪的尾巴是细细卷卷，狗的尾巴是一长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有迷你猪，然后有好大好大的那个种猪，对不对？那个公的拿出去做交配啊，什么这些的，啊，这些就是品种。品种在那个我们拿来特别培养的，所以呢，培养的英文是叫做 culture。可是呢，那个品种英文就是什么？就是 cultivar 就是 variation 就是变化变种的意思。所以从两个字啊合成的。一个是 variety， 一个是从 cultivate， 啊，从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品种，意思就是说被去栽培培养，然后呢出来的一个变种，好，叫做品种，知道了吗？啊，我们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不是从生物科技啊，在21世纪，那今天才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讲狗好了。狗是最早跟人类在一起的一个生物。来，有没有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跟人类在一起？啊，现在开始，如果有人举手就要加分了哈。哎，这边来，大概多少年前啊？这样子，石器时代就有了，我知道，但是大概多少年前？讲最早的，最早的。最早的吗？那就大概，猜比较久。三四千年前，好，给他加分，马上就不过瘾啊！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讲石器时代，原来你就超过啊，石器时代很长很长啊，四千多年前还是石器啊。但是呢，已经慢慢进入黄金，对不对？但是呢，它还没有那个，就是比那个之前就已经石器时代了。好，还有没有要猜？有感觉？没有，我们就看答案，好不好？狗原来是从灰狼啊，跟人类呢，原来是因为人要去打猎，要干什么才开始养狗啊？因为利用狗啊，所以呢，大概是15000年啊，这个在我们还没有记载任何东西就开始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史前、历史之前啊，历史上呢记载有口传都不算的哈，有文化记录、有石头记录、有什么刻下来的东西，这个之前就有了啊，就跟人狗就跟人在一起，人就利用狗啊，所以说灰狼。好，好了，下一个来，这一个呢是什么？这个是羊啊，好，它一定刚刚狗既然是那么早以前，那么羊呢一定是比较近一点的，没有15000年。好，你看看人跟羊在一起，人什么时候开始把羊驯化变成人类的家畜呢？来，有没有人要猜？一定比15000少。刚刚狗是第一个，有没有人要猜？勇敢一点。好，这位，来，8000年前哈，好，那羊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被人开始驯化？你猜猜看，你猜一个。西亚。西亚，接近。所以要加分。8000年前可能他猜的还不够多哈，但是呢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来看看答案哈，大概10000年前，啊，大约了啊有9000到11000中间。为什么呢？因为有山羊有绵羊，而地方不同，知道吗？啊，人类呢最早就是那个伊朗，其实就两河流域，知道吗？啊，那个地方就有啊，西南亚是伊
把它变成人类这个最早就是牧羊的，对不对？所以你说畜牧不是从牛开始，我们说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是不是从牛开始，是从羊开始。好啦，既然牛羊的话，那我们再讲猪。什么时候？有没有要猜？一定比羊还要接近。来来来来，不要紧。然后在什么地方猜一下？啊，有接近就有加分，离得太远都不行。来来来，敢不敢猜？好，那位同学，给他一下麦克风。猪，我刚说从野猪来的嘛，对不对？来，5000。好，在什么地方？亚洲。亚洲啊，好。那个亚洲很对啊，是亚洲没错啊。欧洲开始啊，欧亚的街其实是在东欧和近东，就是亚洲的近东啊，开始9000多年前。然后呢，是什么？中国啊，中国也开始养猪啊，但是呢，人类只能从后来哈、啊。去在人类的那些留下来的遗址，就说这边有什么人居住过，从山洞里面找到猪的骨头，找到养猪的那些猪的证据。后来呢，追踪去用 DNA 哈去追踪回去，发现呢，东欧哈比中国还要早一点点，但是呢，中国的猪绝对不是从东欧那边引进的，我们现在会引进一些品种，对不对？而是他们自己把野猪去买出来的，所以这个答案都是从野猪啊驯化而来的啊，从野猪驯化而来，欧洲的比中国的早一点点，但是呢，都分别各自从野猪驯化的。好了，这边有牛啊，那就更近了，刚刚讲9000了，对不对？现在有没有人要猜啊？这是牛，从哪来？最早的时候不是水牛啊，所以在不是你不要看台在台湾啊，以前呢养很多水牛，然后再耕田，对不对？啊，结果呢以前最早的是这种的，这个呢一个是耕田，一个是踹骨，就是用脚去拿那个骨子踩碎，这个是耕田，应该是踹骨。大概多少年前人类开始？养牛啊，开始利用牛。来，有没有人要猜？到现在为止哈，每一个人都有猜到哦，猜很接近哦。好，来，5000。好，大概在哪里？南亚。啊，这下子南亚的话可能就是要水牛了，懂吗？这个不是水牛啊、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牛在什么时候被人类驯化？好，8000多年前，在中东和非洲，非洲就刚才那个地方啊、哦。刚刚那个是在中东开始，也是两个文明开始啊。之后呢，才慢慢慢慢，我们才有养牛的，慢慢慢慢才会有水牛，对不对？啊、哦。所以后来到了这个美国什么农场，一养养好多牛，那都不是原生种，都是进口然后去。所以美洲也有野马，也通通死光了。现在的所有马呢，都是什么西班牙人移到美洲的那些马的后代，知道吗？啊，被人类驯化的生物种到底有多少？除了刚刚说的那些牛、羊、马、猪、狗之外，还有很多呢。有没有鸭子？鸭子是中国人一句话说的，知道吗？那是中国。有没有鸡？有没有鹅？有没有很多的宠物？哎，现在那些宠物，猫啊什么的，通通都是原来是野生的啊，野猫、野生猫啊，野生的猫种。都现在的猫哈、啊，
家猫啊，其实从五种不同的猫啊变猫后来，还有一些地方到现在为止还可以找到啊，跟这个就是山猫很接近，不是美国那种山猫很大型的，是像家猫这种大型。好了，到底有多少种呢？来看一下，早期的你能说出来有还有多少种？很多很多啊。看看啊，这里就是啊，我们刚刚说的狗一万五千年，对不对啊？一万五千年左右，然后呢，绵羊就一万年前而已啊。这个山羊啊，差不多这两个是一万年前，九千到一万一，这个是一万啊，差不多了，对不对？然后呢，猪差不多九千年，牛啊八千，猫七千五啊，再下来鸡啊，你看看，一直下来呢到蚕，这也是中国。嘿，蚕知道吗？做衣服啊，做蚕丝啊，后来有丝路，对不对？啊，再来呢，有牦牛、骆驼等等啊，到猪、鸡、到鱼，然后火鸡，当然火鸡后来也成为美洲很多人的食物，不然是印第安人的食物，后来从墨西哥食物从跑很多，从这个美国人的食物啊，感恩节的食物，对不对？啊，金鱼啊、兔子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品种，被人类所驯化的品种。所以驯化跟育种，驯化是把它变成你在家里面可以养的啊。其实驯化有很多的意思。如果一个外来的物种被你拿到你这里养起来，这叫做驯化。可是呢，我们今天讲的驯化，大部分是指野生种被人类利用以后呢，变成你的家畜或者你的宠物，那个叫什么？好吧，啊 ，domestication。之后呢，这个驯化啊，然后育种的回应有特殊目的，有为了特殊目的，特别那个目的是什么？是被人利用。所以人类啊，很坏，对不对？去利用这些原来是野生的东西，对不对？啊，然后呢，去挑选它特殊的性质、特性。为了它的肉，为了它的体力，为了它的力气，帮你拉车，不管算什么，为了它的特殊的特征，比如说公鸡吃成啊，母鸡生蛋啊等等啊，为了特殊的特征，然后呢去培育特殊的品种，啊，那个呢就变成育种。所以呢，驯化有很多，我们刚刚都是讲动物啦，对不对？植物呢，稻谷、小麦、玉米。这些原来是野生稻米，原来是一些其他的野生的这个植物来的啊，我们把它变成了我们可以使用啊，大量培养的啊，育种有目的的啊，传统的育种有选种，你去挑选，然后去把它做杂交啊，然后又把它突变，现代化的育种。包括细胞融合和这个基因转基，等一下都会有啊。所以古典的育种，它会一万年前啊开始的，要从人为的野生动植物里面啊选择对我们来说有特殊功能的那些你可以拿来利用的那些个体，然后给它繁殖起来。特性呢？这个都是要经过很多很多年啊，而且呢一代一代你还不懂它的遗传原理啊，它是不是下一代还会有那么多的骨质，下一次是不是还是丰收，下一次它的肉还是不是产那么多，下一次它是不是多蛋鸡，多蛋鸡就是同样的鸡嘛，一个月可以生到25个蛋，25个以上，厉害，几乎天天都有啊，这些呢没有科学的根据，都是靠运气，刚刚好碰到一起杂交成功的，刚刚好，那都是靠运气啊。那作物也是一样，到了我们懂得遗传学以后，慢慢才会做这些培育啊，品种的杂交挑选出来，然后呢做给有目的的。给它育种下去，那是现代化，就是你遗传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进步的成果。好，好了，驯化。
所以1万多年前人类就开始做了啦，对不对？从野外就把野生动植物带回来，圈养那些动物，或者它种植一些植物，对不对？之后希望它的瓜越长越大。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吃的芭乐，我们变得好大好大，对不对？有的是叫做奥泰国种，这个什么种，其实也不是杂交的。以前的土芭乐小小的，满满的中间，现在有的硬的很脆。哎，如果是芒果，有的片土芒果，它们这么小，好酸好酸哦。在那个陆军官校里面种了好多哦，结果呢，现在都没有人采。拿起来看，哎，酸酸的。可是呢，培育以后，中餐的芒果有这么大，有没有看过？吃起来有苹果的味道，芒果里面有苹果的味道，对。还可以挑，荔枝也是哈。出来还有什么？这个叫做糯米种，也叫做那个莲雾黑珍珠啊，又肥又大。以前呢一下就烂，现在呢又脆又香，又不会烂，运到好远的地方都不怕压坏。这些都是品种改良以后，那怎么改良的呢？从原来的野生种苗变成后来人类越来越用利用它，可以把它变成很好很好的品种。其实都是看人的需要，人希望有变化，口味不同，口感不同。结果呢，他就去养出、种出不同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到小吃店啊，石木鱼羹，石木鱼哦，这个好吃。什么红烧鳗、以前呢很难的，对不对？你要抓到一个鳗鱼，野生的，你要去抓到才有，对不对？那现在一养一堆，养还可以挑。好，你挑了一些东西出来，你养在，你很容易再拿回来回收的地方。然后呢，而且呢，它有你所想要的那些特征，香啦、大啦、肥啦等等，带来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经过长期的选择之后，这些表征呢，可以比较稳定的传给后代，可以遗传下去。这样的时候，你的驯化选择好了，经过这些育种。而变形成的这些群体和野生的群体呢，就开始有差别了。那个差异跟野生的不一样。我们说这个新的变成新的品种，把这个整个的过程都叫驯化。现在的所有的那些家畜啦、那个宠物啦，这些都是经过驯化以后的。作物也都是驯化。你现在很少再去吃野生稻，那个长那么多啊，一根纤维那么长啊。你看这里后面一个小小的，等一下我给你看照片。野生的这些都很少，但是呢都是人为种的，叫果园出来的东西啊。这是经过人类驯化的结果。你如果现在到乌鲁木齐，到那个新疆然后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地方叫做葡萄沟，然后你去那个葡萄沟大概有100多种不同的葡萄，大的这么长。跟着麻烦然后跟着洗得好洗好洗一串拿起来。那我去的时候我中午饿了，对不对？跟他说要吃面，他就给我一碗面富蒸葡萄，结果我们吃葡萄好好吃，后来面不吃就一直吃葡萄，对不对？他吃完拿来再给，吃完再给，因为他那个葡萄几乎都要钱一样。哇，那个葡萄又甜又好吃，为什么我要吃面？还有100多种不同的红色的、紫色的、绿色的、白色的葡萄各种颜色的。然后呢，圆的、长的、大的、小的，小就一串一个珠子，你拿起来一个籽都没有，全部都是剩下珠子，一口都是葡萄就是一颗一颗的好多，各种都有然后呢，出去路上看到那晒葡萄干，各种都是葡萄，为什么那么多种？他们地方都是特产的，你走了几公里。上面都一串一串就是你只要不要带走，你在里面吃，不要紧，很特别的。好了，那因为驯化是没有科学理论基础的，我们那时候是
的还不知道，那些不是那么确定，他这个后面遗传下去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很多是几千年，把那个菌种什么种，把它留下来，那个品种。你如果去美国，你去看到卖的苹果都有名字的，每一种苹果的那个名字都不同，那苹果的样子也都不一样，粉红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青色的什么，它都不一样，黄的，啊，那都有它的那个品种的名字。好了，到了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利用遗传学，因为二十世纪刚好，我们发现1875年那个1865年啊，孟德尔夫发表的植物的遗传里面讲到遗传的定义，但是呢，之后呢，大家都忘掉它了。到1900年，就是20世纪5年，真的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孟德尔的这个很重要。后来我们做孟德尔的遗传学的成果，很多东西呢，遗传的定义啦，分离率、毒的配比什么的，通通都是什么根据孟德尔。后来呢，知道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些遗传学的法则、这些方式方法啊，利用他的知识，就缩短了一种的时间。跟着这个细胞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再发展下去呢，这个育种啊，就开始变成我们利用这些技术，很快速的去筛选那些个体，甚至把一个基因移到另外一个个体里面，不同的生物种，它原来没有这个基因。过去，让它变成长得很快，比如说把一些这个什么叫做生长激素的基因，放到另外一个动物里面，鸡的里面，所以让鸡长很快，所以你很快，原来鸡要养一年，后来一下就长大鸡，就可以拿去再肯德基卖，变成肯德基，对，卖香鸡。好，这是把一些基因好放在要改善哪个动物生物的那个染色体。好了，我们要讨论第一个题目，没有分组啊，有了哈，那大家先来讨论，刚讲了那么久啊，都是在讲驯化，人类从历史上就有把一些野生的东西变成我们家，你认为怎么样？你对这个看法？这样好，来讨论这个题目。对，那我现在就做三个下巴。那我等一下唱到名的就是你们都是一组的。哎，你文同学有黄杰宁、洪明诚、郭宏玉、何以跟蔡佩璇。那请你们站起来，就是找一个位置。这边好了 ，A 组现在这边，应该在这边的。对，然后 B 组的同学有廖怡柔、周子豪、阮玉和、林凯文跟王贵轩。就是现在嘛，因为我们等一下做分组讨论，所以刚才 A 组的请举手一下。好，现在就过到那边的中间，好吧？就不会影响你们讨论，就会影响到别人。讨论完了呢，就有一个人要报告，然后记得写这些，然后就做记录。好，那我在那边 B 组的同学哦 ，B 组有廖怡柔、周子豪、阮玉和、林凯文跟王卫轩，举手一下。那 B 组坐前面这边哦。那 C 组的同学有蔡宗训、林静文、郭子林、柯祖林跟陈崇颖，请举手下来。C 组请到这边来。那 D 组的同学有阮氏林之、王秋雅、李念云、李梦竹跟李顺心同学。那你们就坐后面一点。那一组的同学有。哦，这
那一读同学有陈宣如、樊宏雅、李于嫣、陈彦轩。那一组同学们，请坐这边。对，坐这边。好，赶快坐好，坐好以后呢，讨论的时间是五分钟。差不多了吧？啊，还没啊，没关系。再一分钟怎么样？我让他们少算，本来就应该。
时间到了啊，那个等一下回答的时候呢是用抢答哈，那个是加分的时候是一组的同学一起加哈，所以我等一下一说开始的时候，前面举手的两个组啊可以回答啊，来大家坐好，预备好啊啊。好，第一个问题呢是过去人类社会有育种有驯化生物，对不对啊？赞成吗？那为什么重要是为什么？我还没有说完。等一下，等一下，助教帮我看啊。好，为什么？这一组。说。哪两组？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你喜欢不喜欢，你赞不赞成，我不能去反对，算不错，对不对？好，这一组，好，给他们，对对对，前一组，我们是第一组，然后我们考试结果是说，就是我们把这些动物啊，都在一起带进来，可以让我们更好，我们身体生活更方便，这样。啊，就是为了我们。对，为了满足人类，是这样。所以。很可能那些动物是为我们而牺牲的，对不对？那个可怜的猪啊，可怜的牛啊，对不对？啊，你去吃的时候，你没有在卖香鸡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去纪念那些鸡，啊。但是呢，我们说你们都赞成了，对不对？好，啊，这里就到这边哈，我们还有其他的，所以我们等一下都会回来。好了，下面呢就是真的素食店了，你去过哪几种素食店？麦当劳，还有呢？肯德基，还有呢？威迪啦，很多啦，披萨，什么？好了，你吃过什么东西？汉堡、麦香鸡、麦香鱼，这些食物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什么？等一下，等一下，这些食物吃到了这么多种哈、啊，有没有哪一种是野生的？啊，马铃薯是野生的吗？麦香鱼是鱼是野生的还是那个面粉就是那个面包出来包出来的那个是野生的麦子做的？有没有什么是野生的？没有。那你如果去我们到那个山上啊、哦，我们这个你们都是大一是不是？我们大二的同学，好大三的有没有？好，大三同学大概知道，我们上山以后呢，后面会有很多的什么？所以你从国学院再继续往里面走，继续往山里面走，啊，不是猴子啦，还有别的店呢、啊，啊，对，麦香鸡那间店啊，有野生的猴子，有没有人吃？没有，那鸡真的有吗？他们说放生的，放山鸡呀、啊，过山蟹，对，过山虾有没有听过？都是野生的吗？确定吗？还是养？可能都是养的、哦。如果你上去那个什么叫做鸟语花香，那一家叫做什么东西哈、啊？什么世界？哎，很多有没有？叫做土鸡城，是不是？但是呢，它不是真正的土鸡啊，不是真正的放生鸡啊。啊，它里面吃的拔丝香蕉、拔丝什么番薯啊？那些都不是真正的野生的，都是运上去的，知道吗？啊、嗯，可以加料，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吃起来会很香啊。这，来，那个大一的同学知道了哈，以后约，那就可以到后面去吃吃看啊。后面沿路山上旁边都有。好了，其实呢，我们到现在为止，真正。那些食物来自野生的很少，来自野生的其实像老鼠，啊、嗯，好可怕，你们吃老鼠？对，如果有有人吃哈、啊，对啊，你们知道哈、啊，在台北市里面都有哈，啊，南港那边也有家哈，哎、啊嗯，所以如果你去吃有特殊的管道，
知道在哪里可以吃到野味，真正的野味，但是你要小心，它后面跟来一个什么，也是动物保护法，抓你抓起，是不是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有秘密的通路啊，管道啊，可以吃到一些特殊的山产啊。你说山珍海味嘛，事实上有些海味是真的是从野外带那个打回来的，不过越来越少，大部分吃的都是海鲜吃的。如果就算你到海鲜店去吃，很多也是养殖出来的啊。啊，我们的那个养殖业非常发达。鱼啊，虾啊，通通都养出来的，那炒虾嘛，什么很多种啊，番茄虾、沙虾，通通是养的哦，很少很少也是的哦。啊，被人类圈养以后呢，都驯化过，品种改良过。好了，真正的水稻野生的是什么样子？知道吗？是这样子，很长很长的毛，你会不会还要它呢？你吃的时候要去挑出来，要把它打开，里面拿出它，非常的小。现在你吃的有两种，一种就再来一个原来很简单，那都是从不同的两种野生稻，然后选，然后培养出来的，啊，一直养到现在，台中一号再来稻什么，就是每一种我们经过我们所谓的农改厂、农业改厂，没有机会的话，在屏东有一个很著名的农改厂啊，我们的同学以前都是住在农改厂。然后呢，我们去他家，就去看那些人、那些作物、那些植物。他不同的农改厂呢，改良不同的作物，有的改水稻，有的改水果，有的改什么啊？好，水稻原来是野生稻，这样子。然后呢，是先我们叫做再来米，这个叫红白米，它的米比较短，米粒比较短。那这个呢，比较什么？旁边还有一个太阳螺，煮起来能够一颗一颗散装的，对不对？拿起来那个饭都不粘起来。对不对啊？你去美国吃，我大部分都是吃炒米，对不对、啊？可是呢，在台湾就有很多这种来吃起来说还蛮香的，比较优越，这个粘性比较大、啊。它是从北稻，它呢是从新稻，就是野生的时候从它慢慢改良品种，改良成我们现在吃啊，这是怎么取？从那个芒很长的那种野生的，如果你到那个原住民那边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有野生的一些稻子、肥稻子啊。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少。如果有一天呢，你所有的这个品种从先到来的，通通会有一种病毒感染，所有的再来，你要从哪里去用野生稻再好一过？好，好，这是水稻的循环，从普通的，从普通的野生的这种花圈，很长的这个麻，到现在呢是这个薄薄的一颗一颗的，没有那么长的麻啊，倒下来就是一多好啊！哎，这是台龙七十一号，就我们在台湾呢做了很多这个品种的改良，但是我们的农民慢慢不适应。我们可以为了口味，所以我们会去挑，我们很挑食的。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你希望吃到台东来的，对不对？台东哪里有吃上来的什么什么，对不对？哦，我都很吃来吃东南。当然还有人呢，我那一次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好多人去买米，我说你买米扛着，那么拿一袋回台湾，对，一个叫尼加塔那个西。啊，七夕，尼加塔，啊，那个地方呢就产米，非常好吃，啊，甜甜的，啊，那就有人特别买那个七米带回来，我说，哦，那个行李里面装米真是奇怪。后来我这次去巴基斯坦，有一个台石头回来，我才说，哇，那才是令我惊讶，啊，石头。啊，那个行李啊超重要，我们我起先听错了，我以为是几十块美金，结果他说是450多块美金，叫我罚啊，叫我们罚什么的，后来没带书就不带回来，什么就怎样啊，啊，石头怎么装在里面，那么超重啊，当然是超重。当然那个如果是宝石的话，我觉得是好。
样哦，你吃起来了。玉米现在有甜的，有甜玉米，对不对？有细细的，有小玉米的，对，一拉好多颗，还有连的，连的玉米是吧？就是咬起来黏黏的那种啊。还有印第安玉米，不同颜色的，那个绿色上面。这玉米的品种好多好多，有的很干，有的那个很饱满，有的只能拿去喂猪，对，当饲料用。美国很多玉米是饲料用，它种来它不自己吃的，种来是给那个动物吃的。牛啊，猪啊，就是要吃那些玉米。好了，原来玉米不是叫做玉米，原来玉米叫做波沙大红草。啊，这种草呢，是本来就是九科的树，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叫它玉蜀黍，对不对？那个黍，懂吗？啊，这一个呢，原来很硬。硬的话呢，吃了不会被消化掉，然后呢，动物吃草把整个吃掉，这个草变成它的营养，可是这个黍粒呢会排出去，就帮它播种。那我们去选择，然后去交配杂交，就把这个呢软化变成呢这个雌穗雄穗哈，变成挑选这个多的，从九粒变成。哦，不吃九粒啊！你有没有看一个玉米这个九粒的不吃，对不对？哪里啊？我都要几百粒哈、啊、才要，对不对？有的可以到这么长啊，对不对？上面一颗一加一颗，都要多少粒？而且都是很饱满，都不是硬的哈、啊，都是这个很疏松很软的，你才要去挑出来，对不对？啊，吃起来有的还可以牙齿，啊，这是它的方式。从巴沙大除草把它驯化变成。事实上呢，那个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教授，然后一个大学教授，他就开始他重复这个过程，让这个现有就是那个现在的玉米跟那个现在的这个巴沙大除草差很远很远，可是呢，他却偏偏呢来重复这个过程。来试试看这几千年来所做的事情，他再做一次，结果呢，哎，他在几年里面几代之内就把这个驯化了、啊、好了，这是生物科技、啊、我们有很多是用传统方式育种做出来的，传统方式就是我不动它的基因，不动它的事情，那个，然后呢，我做杂交，我只看它的形状，我挑选，我用人为筛选出来以后，我给它，哦。你知道他们会把那个像有的植物啊、哦，它的开花的时候，它把雌花和雄花有的盖起来，然后拿另外一个，就一个里面有水彩笔，对不对？啊，去把这个花粉，雄花上面只有花粉吗？用水彩笔蘸水去把花的部分拿到这边的雌花上，啊，给它叫做他在做什么？不是接种。这个叫授粉，授粉就是本来是应该是在野外是一些蜜蜂啊、蝴蝶啊、其他的生物在做的事情，它是用人为的方式去挑选的，我为了那个它的品种的缘故，我不要爬到那个那么高的树上去摘这个木瓜，我希望木瓜这么矮就开始结，哦，哎，就找这个品种啊，然后呢？就每一棵木瓜树这么大，然后这么矮，然后就一粒我就拿起来了。第二天还有另外一个花也开了，这样子哈，它就一直这么矮就可以了。啊，哎，不要长一大堆树干，它就挑选这些特征，然后呢去培育。这传统的方式好多种，鸽子啊，我去看比赛跑最这个飞最快的。最快回来的，我把它跟另外一个鸽子也是最快的，公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交配，看它的小孩是不是飞最快的。啊，马跑最快的啊，公马跟最跑最快的母马两个交配，然后呢，看看它的小孩是不是最快。几代以后呢，这是传统的方式，都要很多很多年呢。我可能我一辈子只能做三代的马，最多了。对不对？
我的儿子来继续做，我孙子来继续做，然后我试试看，我可以拿一个马培养到又高大，跑得又快，啊，赛马都赢，我们就变成什么？我就发一张血统证明书，对不对？啊，然后谁要来配种呢？就到我家来，对不对？啊，我用我们公马的马就可以了，但是每一次要给你多少钱？哦，很多人在赚这个钱，都有很高的，啊，就是传统，但是呢，也蛮不错的啊。但是呢，哎，这样就会很多人，哎，我们不要下课，我们等一下早点下课对吧？大家都说好，有人反对就好，都可以哈，好的答应。好了，品种呢，就是不同的品系。啊，我刚刚解释过啊，猪有迷你猪，有大的做种猪的，重很重迷你猪，不到100公斤，这是大概40几公斤，啊，30几公斤。迷你猪不是做蛮好吃的啊，好，有上千公斤，有的不到这个50公斤，差异这么大。你知道这些品种，一个同一个物种里面品种就差那么多。所以你看到这个梗，对不对？可以差异很大很大，啊，大到有的这么小，有的这么大，不能互相怎么交流，啊，对不对？啊，大小差太多了，因为它的同一个物种、衍生物种的品种不同，啊，所以呢，你再看这是呵呵是吧？被训练的嘞。所以人还讲后天的人就我要挑选他的特征，哎，这里面鼠比较厉害，狗比较厉害，还是猫比较厉害？猫勇敢，对不对？狗也很厉害，狗这绝对不是狗的天性，狗看到猫绝对不会站在那边，能够被训练成这样会跳下来，啊，将来呢才能够听我的话，我要它怎样不动。这个震惊更难，比要冲出去还要难，比跑得快还要难，知道吗？但它震惊不动，这样，而且呢，是一群狗里面只要有一只动，其他都会动，它可以训练到一群都会动，那往过去。好了，人类为特定目的去改良、去改变一个生物物种的一些特征，为了它的肉，为了它的什么东西，它特殊的目的很多哈。然后呢，改用这个呢，称作育种。在育种的时候呢，要培育生物的品种，所以生物培育品种培育叫育种。啊，这培育呢，其实是培育优良生物学一个生物学上，就是一些技术。好了，育种的很多因素可以产生呢优良的品质，叫做优质啊，对不对？或者是高生产力的品种，可以什么？可以具有抗病虫害的。可以产生耐储藏，可以运输很远，都不会坏掉，不会烂啊。有时候还没有到保鲜期就坏了，那个香蕉就压扁了，什么叫那水果就腐败了，当然不要丢啊。哎，在不同成熟期，我可以早熟，比别人提前。你知道卖水果的有什么意思？水果哈，刚上市的时候。不太好吃，对不对？也不甜，对不对？然后呢，也比较贵，对不对？因为你刚刚，哎，现在莲雾出来喽，我们去买莲雾拿起来，好吃，对不对？一开始，到了后来呢，你可以卖比较贵的时候是怎样？没有可以卖比较贵，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出来，那个盛产期又甜，然后呢，比较烂的人家都不要，那你又买的时候又便宜。大家都出来盛产的时候，大家都出来说又便宜，又便宜又甜又好吃，又大量，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育种专家，我要把我的水果都比别人早熟一个月，可以不可以？那别人还没有出来，我就第一批出来，不好吃也是我赚。等到别人出来的时候，我是最甜，别人刚出来还不甜，啊，又是我赚，全部都是我最好，大家都买我最好的东西，我打出我的什么品质，对不对？
品牌，那我居然还跟七百七十知道品牌的重要吗？我打出完品牌之后，等到大家通通出来了，卖得很便宜，我要花一个水果，下一个，啊，下一个不是他们都当令之前，我比他早一步。你看，我就一直赚人家的钱，比人家先赚，对不对？好，再来呢，这个溢价工人啊，我出来很多怎么办？价钱太低了，我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我这些东西很容易变成香蕉干啊什么啊，可以保存很久很久，可以运到世界各地，本来只有这边的人可以吃，我当然那个美国的人都可以吃到台湾来的香蕉干，对不对？这溢价工人，再来呢，抗溢价，本来呢酸啊碱啊天冷啊，这些植物就死了，这些鱼就飘起来了，寒流来了哦，石墨鱼要赶快要烧一个桶子，你知道那个桶子有什么？很大的啊，然后呢，中间丢一个什么？不烧了，放在水里面，养鱼的那个鱼池里面，有的鱼池还要盖上稻草，干嘛保温？让那个鱼不要冻死。如果没有抗逆境，逆境就是寒冷啊，寒流哦，就是一个逆境啊的这种品种，哎，你们的鱼都飘起来了，我的草莓啊，人家下霜对不对？露结为霜，云头自露结，一有霜冻坏了，草莓，哎，我的抗霜逆境对不对？啊，不会坏掉，是不是？这个品种啊，好了，我既然能够培育出这些品种，当然就会赚钱啊。所以生物品种培育，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培育它。现在大部分的啊，都是提升这些能力啊，刚才说的这些。好了，我们用一些，比如说我古典的时候，我原来用杂交而已，我要不要利用一些生物学的知识啊？要。还是要，我还是要去了解，对不对？我了解它的什么植物，它的植物学基础的一个知识，怎么调节花的？我有的人说看经过那个花坛彰化那边有没有？我们经过高速公路田中啊花坛，啊，看到那边好多灯，对不对？晚上一片，为什么他们都用灯？他们在调节什么？知道吗？他们是怕那个虫害，然后那个如果没有开灯，虫子就跑来。不是，他们是种花的。那个花呢，卖到学像日本啊什么很多国家去。他们标售的时候是一台车一台车，然后那个电动的那个啊，就是马上喊标，像刚刚抢答一样啊，你抢慢你就输了。用电脑的下去，然后订单就去了，然后说我要这一个的花，哎，他到时候他这次供应不来怎么办？他用光去调。原来呢，所有植物有长日照植物、短日照植物，有开花期不同，啊，所以照光是日照长的，啊，还有那个去调节，然后就可以得到。知道吗？哎，开了花才能结果，对不对？啊，有的植物呢不是为了花，是为了果，啊，也是需要开花，所以你要那个去调，啊，这些都是什么知识啊？啊，嫁接啦，怎么去怎么去种植物，怎么去嫁接啊植物，让它产生你要的。好，玉米杂交怎么做？哎，玉米是长在哪里，知道吗？这一棵植树上，玉米是长在这种地方，啊，而且呢，一株上面不会长太多个，不会从底下一直都有玉米出来，每一个这个分叉的地方都长一个，通常呢，你拔个，啊，我们去拔哈，我也种过玉米啊，对呀，我也在附中的那个学生也种过的有机玉米，还拿来一卖。校长来了好几袋，就那个不同的班，高一的同学，每个人分快递，让他们中午的时候就去种，
种的玉米啊，你就会看到它长这些东西。那我们去拔的时候呢，就啪那一块夹下来，那用一个大袋子呢就可以。但是你有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短、比较深的，就不要拔。再过几年，就是下一代再去，它又长大，长蛮快的。好，这是有十一个，上面的是雄的，对不对？啊，下面的呢，这个不是雌的，雄的呢有这么多的，有粉啊，花粉，你可以拿去跟其他的植物杂交，然后意思说你不要拿自己，这样呢可以健康，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玉米的杂交，大概很多人没有去过中国的，因为中国玉米。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啊，最好能够有一块地，然后呢可以去种一种啊，你会享受。但是现在都市的孩子，在台北有人啊在阳明山，他只是有一块地，然后呢他租给别人哈，让别人去帮他种，然后呢人家还要付他钱，然后还要给他东西。那个人只是去享受一个当农夫的快乐，啊，运动到我接触到大自然，很有意思哈。好，到了现在，我们用基因转折这个生物科技的方式，然后更需要一些生物学上的知识和技术。好了，这个呢，你必须要知道什么遗传，对不对？还有呢 ，DNA 重组啦、这些东西，你去了解了以后，你才能够把我要的这个基因放在另外一个生物里面。好，好，可能还需要组织培养技术，对不对？那位同学，你在玩手机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没有来？上个礼拜有没有来？没有来。啊？你有事，那我们那天有些其他同学应该告诉你，下课不要玩手机，赶快收起来。大老师很讨厌的，张老师很讨厌的，不是，竟然连这个都管。以前我去巡堂，你们知道什么是巡堂？知道哈、哦。然后我在后面啊、哦。就是看到同学玩啊，我就把他的手机拿过来，说：“你等一下到校长室。”他吓得要死哈、啊，然后我就其实呢是交给了教官去处理，我不会自己处理的啊。然后呢，教官给我去管他，他吓得要死啊！校长，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以后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哈、啊。他说他来帮忙打扫，帮忙干什么都可以。哎，我说不是啊，因为那个来到。像我们大学生啊，来到教室，其实呢，我都要有一个目的的。你假如说，我只是来坐在这里，然后做我原来做的事，不到外面去做，就不会浪费时间。好，你我很讨厌，对不对？连这个都管。好，我们看生物科技在育种上面的应用，很多的方式，各式各样，所以多样化啊，其实很多多样化。啊、其实呢，很多的时候要看你要做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它的肉，还是要它产量高，还是要它的抗痢疾、抗虫害？你做育种的时候你要做选择。如果你在西子湾，你想种一些水稻，西子湾是海水还是淡水？海水，海水怎么种水稻？你可以去找一些抗炎的基因啊，哪些植物有抗炎的？通常在河口。什么？水笔仔啊，得了加分。答对。啊，水笔仔、红树林里面很多种，对不对？啊，他们就有抗炎的基因。看到下雨的时候啊、它变成淡水，那个河水一直淹过来，对不对？冲到海里面去，哎，它在淡水里面就活。等到呢，
海水涨潮了，行的，哎，他有抗原记忆的，我把它分离出来，拿出来，知道这个记忆是抗原，你把它放在水道里面，然后呢，就一个吸子来，哎，我撒种，播种，知道吧？哎，那些水稻啊，每天你都不必去踩水车，知道吗？每天有海水帮你灌溉，潮汐两次，哎，啊，它都不会死啦，啊，它抗原，如果够的话，够厉害的话，那个基因发挥了它的作用的话，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会出来赚钱，能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在很多种的地方都可以用上，啊。哎，原来有一个品种啊，它是没有特殊的基因、特定的基因的时候，我们必须呢从其他的物种入。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荧光鱼？有，荧光鱼原来有没有那个荧光鱼？是没有的。那它的荧光从哪里来？两种生物，你这次会不会？不会了，会。啊，谁会？谁会猜？用猜的好了，好，请。萤火虫，荧光鱼的那个荧光基因啊，不是从萤火虫来的。啊，植物的有一些是从萤火虫来的，还有可能叫做什么？可以猜。荧光鱼的那个荧光基因是从水母，或者是红珊瑚，珊瑚海底的那种，暗暗的那种发光。知道吗？啊，可是呢，路上啊，有很多的生物啊，它们的荧光基因像植物啊，是从萤火虫，真的萤火虫，植物哦，哪有那动物的基因？动萤火虫是一种动物，知道吗？用动物的基因放在植物里面，就是植物发光，很特别。然后现在呢，常常会用一些新的方法，包括细胞融合。没有听过马铃茄，没有，有一种植物，上面长番茄，下面结马铃薯，同一颗同一株植物，是用细胞融合的方式做出来的。我下次拿照片给你看，在台湾做啊，台湾有人做，那基因转植另外一方法，细胞融合可以做马铃茄，然后呢？种植的方法可以做刚刚说的，把动物的基因放在植物里面，把这个水母的荧光基因放在荧光鱼里面。荧光鱼呢是一种基因，叫做斑马鱼，你知道吗？或者青江鱼，它不会发光的，它是给有了那些红珊瑚的红色荧光，这个什么水母的绿色荧光，这荧光鱼变成好多种颜色。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育种呢，就有分子生物啊、细胞学啊、遗传学啊这些知识、技术啊、培育术这些品种，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最早以前我们生物去驯化、去育种，都是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呢，我们为了解决，我们不是没东西吃了，我们还去看观赏。啊，看那个荧光鱼，对不对？我们做一些育种的时候，我们有特殊目的，我们有娱乐的目的方面，教育的目的，或者是娱乐这种目的，让生活品质提高。好，我们用一些基因改造或什么转植，构建一些目的的，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荧光鱼。这些方法，新的方法有几种啊？第一种，我们叫做基因枪。那以前的基因枪，你是拿一个枪表，现在真的有东西，你拿出来打。我在那个北极啊，你会看到很多冰山，对不对？都是垮下来，然后呢，一块冰山飘起来，飘过来的时候，你看到的部分只是上面露出来的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下。所以呢，当你做了一个船叫做铁达尼号。
炮人可能叫 Jack 怎么样叫喊的时候，他到底叫什么去这个名字啊？啊，可是在北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底下呢上面全部结冰都满满的，上面有北极熊在爬，然后呢很远很远的，啊，通通都是冰，都结起来，都冻住，一片都是冰，底下竟然还有活的鱼。我在美国嘛，有一个住在这个老太太家，那个老太太，我住的时候，我跟她一起住，88岁，她呢，她的院子哈，有4个美式足球场大，另外还有，我们两个人住，就冬天的时候很可怜，因为只有我去铲雪，铲出一条路来，我们两部车要开出去，她开一部，开一部88岁的车，好厉害啊！他开车还买食物的，做给我吃的。我唯一的责任，我跟他住不要钱，不要住进去的。唯一的责任是每天晚上回来吃饭准时。早上他不管，中午不管，晚上一定要回来吃。他做给我吃，有没有什么好的事？我就看到，没办法，对不对？好命。拿来跟我讲英文，训练我的英文。哦，这么好。结冰，夏天的时候呢，没有鱼了，为什么？冻死了，鱼太小啊。可是呢，大一点的湖底下，我下次给你看，我到了一个叫东海的地方，在黑龙江啊，然后我站在上面，不是我站在上面。坐上一个吉普车，吉普车上面6个人再加上我的行李一起开过湖面，开到对岸，湖很大很大，开了差不多1个多钟头才到对岸。你就知道湖多大，然后坐好了，冲上去，底下呢还有鱼。夏天我还吃过它，夏天也去过冬天，去过那个鱼。那个俄罗斯没有多远，边界。嘿，那些鱼这么冷都不怕，对，它有基因。你把它基因拿出来，然后呢，那个放在一颗一颗的颗粒，那个叫做 Thompson particle， 那些颗粒哈，你可以去买定做，那个所有的直径都一样大。一颗一颗是金属的一种汤水啊，粉像那个钨丝粉一样啊，那个粉呢，颗粒的表面呢，可以透明，就是那个表面处理啊，放在一个液体里面一起拉出来，那个液体里面有 DNA， 就是 DNA 的那个 DNA 呢是基因，那个基因是抗冻基因，我就把这些抗冻基因那个鱼的哈、啊、拿出来啊。啊，根据这一段把它发出来，就是那个用、一种方法 PCR， 你不知道啊？这种方式就是让那个 DNA 复制了很多很多，都在这个基因这个容易 DNA 的容易。然后呢，我把这些颗粒啊，跑在这里面拿出来，它的表面就做成 DNA。这些小小的呢，叫做子弹，小子弹，我放在这个基因腔的。叫做表面吸附，表面吸附 DNA 的金属微粒，懂意思吗？这些金属微粒都是一颗一颗小子弹的。然后呢，我把我的鱼啊，石目鱼很怕的，放在这里，对着它的卵巢的部分，啪一枪打下去，好多的子弹打进去，它的那个卵巢里面很多卵子进去了 ，DNA 就送进去了，对不对？所有这一个鱼的那些卵子里面很多都有毒，然后呢给它去交配，对不对？那个卵子排出来，然后把精子灌倒下去，因为它们是体外受精，然后那个丝木鱼哈，将来呢就有抗冻基因，这些不死的话留下来都有抗冻基因，对不对？这就叫做基因枪。好，另外一个方法呢叫做显微注射。
我真的拿一根毛细管啊，把 DNA 或什么东西啊送到这个细胞里面，这是一个吸管，吸管。我在 San Antonio 啊，一个医学中心做过这个实验啊，他那个是必须避震，虽然你在三楼避震，他那个台子是一台短的，是固定的，避震就是避震，跟那个地面跟那个地是分开的。好奇怪，怎么有这种的？然后呢，那个台子操作的时候呢，它有三项，三项意思是说，这个是调上下，这个调节轮调前后，这个调左前后是这样啊，这个调左右，三项的调节轮。我在调什么？调那根吸管，那根管子，这个是吸管，我可以调那个。然后呢，这个吸管会吸入这个细胞，在这个培植地区就是一个培养基。这个都是无菌的一个显微镜，在一个箱子里面，我把手伸到那个箱子里面，然后去操作这三项的东西，让前面的一个培养基和显微镜看下去，它那个里面的一个细胞，然后那个细胞呢连在那个培养基的时候，这是细胞质，细胞核的地方会高起来，啊，细胞质知道吗？好，所以我这个三项我就调 A 一点一点一，然后踩一踩的时候呢，就咚戳一下。抽一下他就拿20个 nanometer 的什么一体进去了， nanometer 就是不是 microliter 啊，你要去算看打多少，你要量 DNA， 他就打到那个核里面，为什么？因为它比较高嘛，你要一踩不小心就一戳把那个细胞推走了就死了，然后一踩一戳细胞核这样那个针戳到那边打出去的时候呢，全部挤到外面。细胞核，因为贴在那边核的地方会很强，细胞会贴附在那个核上，很好玩的啊，非常好。这个叫做显微注射法啊。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叫基因转移法，是就是刚刚那两个方法呢，基因掐还有显微注射，都是直接把 DNA 送进，把基因送进那个细胞里，不同的一种细胞。间接的呢，利用一种细菌，那个细菌名字叫溶杆菌啊，它是用一个 DNA 哈，一个这个含有抗生素的一个载体，因为呢它有一样的限制，切一样的位置，所以把这两段呢切下来以后，把它接在一起，接在一起呢就接在这个里面了，好，接在这里，这一段基因是不要的，有特殊基因的功能。然后呢，把这一个小小的磁体哈、丢到一个细菌里面，这个细菌的名字叫溶杆菌啊，丢到这个细菌里面，细菌自己有自己的 DNA 要把它，可是这个磁体是不要的，细菌会繁殖，你这一个磁体就会繁殖，会繁殖很多很多，这磁体里面就带着你要的这一段红色的基因啊，好了，磁体一直繁殖，溶杆菌一直繁殖，你把这个溶杆菌拿去感染植物。植物细胞，感染进去以后呢，就在植物细胞里面把培养的细胞，你要养了很多植物细胞，结果呢，在含有抗生素培养基，它会把其他都杀掉，而这个原来有抗生素的这个植物会活下来，活下来呢，就会把这一个也带着活下来，把这个要的给活下来的时候呢，结果这里面就会什么，培养你要的这个基因就培养了。这个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结果我们做了很多间接的方法，这都是育种。其实呢，育种最后呢是让我们挑选出我们要的东西，你把特殊性转变出来到我们体去啊。原来有很多，你用杂交，你用什么方式，你要很长的时间，你要克服很多的困难。你用这个，你直接利用你要的基因。放在这个，你是挑选的做植物啊，动物啊，你可以想象未来还会有什么特别的品种。我刚刚跟你说，可能会有一些水稻，你可以在海里面长。未来，你可以想象一下吗？你们也可以想，有创意的想象。来，哎，棒棒。
对，那个产业是很高明的技术呀，怎么能爬上去了？结果呢，现在椰子通通都矮的，你就直接把椰子就给它全够，然后就不吃了，对不对？椰子不要到上面去，那这样我们没有那个半天水，半天水是那种，你知道？是半天水没听过，没听过，高高的，然后半天的意思说只有天的一半那么高。好了，给它加分哈，很有创意哈。有没有其他的品种？
次环境转折以后有什么优缺点啊？哎，我们先好，先看哈，也是抢答哈。每一题只有一个组可以答，好不好？好，来第二题，来谁？这边先，这边先。谢谢啊，那个有会怎样？不知道会怎样？有没有人有个人要加分的？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去补？哎，吃了金凯道的食品啊，你会不会？没有吧？好，没有吧？就我们讲停在这里啊，过瘾啊！那个写完哈，你们这一组的，然后呢，那个就可以下课。那同学记得后面一定要签名，然后还有写上记录者是谁。那组别请记得帮我写上。A B C D E。好，那同学写完了，把学习单交给那位助教就可以下课了。然后有谁要加签还没有来写到单子的吗？还没有写到，等一下请过来找我。